大家好，从这几个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一个内存对象的一个缓存系统memcache。我们来把课件打开看一下 memcache 是干嘛的，我们都学哪些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呢我列出了 memcache 需要学的九点内容。那么咱们将分两节课将 memcache 介绍给大家。这里边标题呢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所学的内容包括什么。那我们既然学习 memcache， 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memcache。 从这个软件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两个单词的缩写，内存缓存，就是用内存作为缓存，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定义的，是一个高性能的分布式的一个内存对象缓存系统，这就是 memcache。 也就是通过在内存来维护一个巨大的哈希表来管理内存，比如通过在内存里去维护一个可以说是巨大的哈希表。那什么是哈希表？既然是内存缓存，那咱们就来用 memcache 就是来操作内存的。那什么又是哈希表呢？我给大家简单画一下这个哈希表图，当然哈希表比较复杂，那这里边我就简单说一下哈希表的形式。哈希表呢是有键和值的，是一个键值对 ,key 键值对，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表。那键呢就相当于变量和值，那怎么存的呢？假如说我插入一个表格，我把它小一点，假如说这个表就是哈希表，哈希表，然后呢用 memcache 这个软件来管理它。假如这有个标题，这是键 key， 这是值，然后这里边键呢就是来去读取值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变量名，比如说咱们这块存一个我的字符串，那后边这块值呢就存一个字符串 ABC。 那假如说这块我的数组，那这块就会存一个数组，当然并不是说把这个数组的值是这样存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存一个对象，然后后边呢就是存对象的值，是这样的一个哈希表，你就把它看成是有键有值的。所以呢 memcache 就是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用来维护在内存中有一个这样的表，所以咱们把值存到内存里边就以键和值对这种形式去往里存。而且这种哈希表呢它能用来存储各种各式的一个数据，比如说图像啊、视频啊、文件啊，以及数据库检索的一些结果等等。其实 memcache 呢最早呢就是一个为了某个软件而提高加速的一个项目，但是呢现在呢被很多大的网站所采用。那目前呢全世界不少人在使用这个缓存项目来构建自己的一个大负载的一个网站，来分担数据库的压力，这就是 memcache。 那我们看一下 memcache 的一个现在介绍，假如说你还没听懂的话我再给你说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件，就是一个
软件，什么是软件？一个服务软件，它是一个 CS 结构的一个软件，它只是服务器端 CS 结构的服务器端的软件，和我们其他的软件，比如说 MySQL， 它也是这样的软件，阿帕奇也是这样的一个软件。那像这些呢，都有我们连接的时候都需要去连接有主机有端口的，也就是有 IP 有端口的，比如说3306端口。那像阿帕奇呢，也是比如说这块有80端口等等等等，像这服务软件它都在某个端口上去等着一个监听。但是呢它虽然是一个软件，但是这个软件呢，它用来是管理内存的，用来说维护内存的，并不应该说是叫做管理内存，是将数据在内存中使用。为什么在内存里边使用效率要高呢？因为咱都知道程序从内存里边读数据的速度远远要超过从硬盘中读取数据的速度，因为减少了谁啊？减少了 IO， 就是输入输出，减少了从硬盘上的一些输入输出。Memcache 呢这个软件呢是比较简洁高效的。那么咱们在看它的软件的时候，它才100多 K。大概150多 K 吧左右的一个小软件，非常的小。那当然这么多小的软件呢是在 Windows 平台上呢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呢它是开源的，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系统，所以呢咱们在另一下边安装的时候通常呢都是安源码包的。所以咱们现在对 Memcache 应该了解了吧，就是一个服务器端的软件。那么 Memcache 服务器端软件它也要监听 IP 地址，然后呢它也有端口，默认端口是11211，是这样的，我们通过 IP 和端口去连接它才能使用这个服务，然后它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哈希表。而且这个软件呢跟 MySQL 阿帕奇比较相当小，因为它才150多 K， 而且也是一个开源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既然我们了解了 Memcache 是一个服务的软件，那我们就要了解它的原理。首先呢咱们要知道Memcache CHE 有一个 Memcache 就是这个软件名称，还有一个 CHED Memcache D。 那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呢？ D 就是意思是守护进程的嘛，比如说 HTTP 这个协议它有个 HTTPD， 就是阿帕奇的协议对吧， VSFTP 有一个 VSFTPD， 你看都带 D 的，是一个进程。所以 Memcache 也有一个进程叫做 Memcache D，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 Memcache D 这个进程就是在服务器软件启动之后就会有一个这个进程。 Memcache D 是也叫做守护程序，守护进程嘛，方式运行于一个或多个服务器中，那么随时接收用户客户端的，随时会接收，因为他刚才看到了它是一个 CS 的软件，这个软件随时会接收。那既然 CS 软件随时会接收客户端的连接和操作，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守护进程的。那客户端虽然它是 CI 的结构的，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服务器端嘛，客户端我们可以选择各种语言编写，使用各种语言去编写，比如说我们用 PHP 语言去作为它客户端，然后使用这个服务器，也可以用 Java， 也可以用 C 或者 C++ Perl 语言，还有 比如 Fortran Ruby RUBY 等等吧。
所有的语言都可以作为它客户端去使用。那咱们在咱们的课程中当然是使用 PRP 作为客户端去使用这个守护进程。那它的公原理是什么呢？当我们客户端去连接这个 MemoryCache 服务器之后，那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利用它的守护进程来管理内存中的巨大的哈希表了。比如说咱们利用它的唯一的一个下标，也就是那个 K 值键值，然后存取操作都通过这个键值，都通过这个键去存取，也是通过键来存个值，获取呢也是通过键来获取值。所以呢，保存到 MemoryCache D 中的对象呢，实际上就是放置在内存中的，它并不是在保存在硬盘的某个文件中的。那这也是为什么 MemoryCache 能够如此高效的快速的原因。但是要注意，保存到 MemoryCache 中的数据，也就或者说叫保存内存中的数据，并不是持久的。当服务器停止之后，那里边的数据自然也就会丢失的。如果你是保存文件中的，如果硬盘不坏掉的话，或者不删掉的话，是不会丢失的。但内存当都知道，比如说你关机，或者是 MemoryCache 服务器本身重启，它都会丢失的，因为数据是维护在内存中的。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软件嘛，就类似于这样的图片，比如说你画图来理解一下。假如说这是MemoryCache 服务器，那么我可以用 PRP 写它的客户端，通过 PRP 程序连接这服务器，向服务器中存数据、获取数据。假如说我这块有 Java 写的客户端，也可以往里读数据、写数据。假如说我这块是用其他语言来写的，也可以向服务器读数据、写数据、写数据和读数据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咱们可以看到这是有多个客户端的。当然与许多，因为咱刚才也看到了，它就是跟这些服务器软件的都类似的一种，所以它与很多那些缓存的工具呢都比较类似。 MemoryCache 的原理呢并不复杂，咱们说了它采用是 CSE 模式，所以在服务器端呢启动进程，那进程呢必须得指定监听的 IP， 也有自己的端口，所使用的内存大小呢所使用内存，比如说咱们也可以指定使用多大内存。当 MemoryCache 一旦启动，其实服务器呢就一直处于可用的状态。 MemoryCache 呢本身就是用 C 语言去实现的，采用了单进程单线程的东西，是一个异步的 IO， 它也是基于一些事件的服务，那使用的是基于这个事件的 Libre 这个C 语言的库。所以呢，咱们在安装 MemoryCache 的时候得先把这个库先安装上，因为 MemoryCache 这个软件用 C 语言写的，是使用到这个库的事件，是这样的。而且呢，多个 MemoryCache 服务器呢可以协调工作。但是这些呢，假如说我装多个 MemoryCache， 那么多个 MemoryCache 之间呢其实是没有任何通信的联系的，每个 MemoryCache 服务器呢只是对自己的数据进行管理。所以呢，咱们在客户端要通过指定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通过域名也可以，来去指定你使用哪台服务器。当然需要缓存对象或者数据呢是以键值的形式存放在服务器端的，那键通常是哈希呢进行转换，那根据哈希值呢会把这个值传递给对应的具体的服务器上。当需要获取对象数据的时候，也就根据这个键进行读取，前面咱们都说过了，咱们首先都是对键进行哈希的，那通过获取的值呢可以确定它保存到哪台服务器上。咱们前面说过了，其实那个说到底 MemoryCache 工作呢就是在专门的机器的内存里边维护一张巨大的哈希表，来存储常被读写的一些数组啊与文件啊之类的东西，从而呢可以提高你的网站的一些运行效率。所以它的原理很简单，就跟它比作其他的软件一样。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在Web 中，也就是在网站中使用 MemoryCache。 因为对于大型的网站，比如说像 Facebook 呀、ebook 呀，国内的比如说像新浪啊、搜狐啊等等，
如果没有 memory cache 作为中间的缓存，那数据访问呢是不可能吃得消的。那对于一般的网站，只要具备独立的服务器，只要具备独立的服务器，完全可以通过配置 memory cache 来提高网站的访问速度和减少数据库的压力。那我们这里面就主要讨论一下，咱们在这课上就讨论一下 memory cache 与 MySQL 数据库交互中的一些流程关系。那了解 memory cache 中间的缓存层的作用，从而呢咱们要深入的了解 memory cache 一些机制原理。比如说这里边我也给你画一个图，你看一下啊，新建一个。假如说我这个圆代表是数据库的数据，我这个代表的是浏览器。那浏览器想访问数据库数据，中间必须得有一个中间层谁啊 ?PHP。你看一下。这个是浏览器。我访问的时候访问谁啊？访问 PHP。PHP 可以从 MySQL 数据库中去读取数据。你看这张图。我请求浏览请求 PHP 一看你来查数据的，我在 MySQL 里边把数据查出来，查到 PHP 里边记录过程，然后整理完返给浏览器，这是传统的模式，这是没有用到缓存的。那如果我在这块服务器端我装了一个谁呀、装了一个 memory cache 缓存服务器，比如说有一台机器专门是 memory cache缓存服务器，比如就一台缓存服务器，那这个时候浏览器访问 PHP， 我现在用一条红线来代表，将数据读到 MySQL 之后，不仅往浏览器发送，那么第一次访问它也会把数据保存到，利用 memory cache 把它保存到这台服务器的内存中。那下次我再来读取的时候，浏览器来请求了，那会先看一下缓存里边有没有，如果缓存里边有，直接到缓存里来取，然后把数据返回来，再直接返回到客户端，这叫二级缓存。所以呢，第一次浏览 PHP 需要从数据库里边取数据，取完之后把数据会保存到缓存服务器中，然后下次第二次再来存取的时候，就直接从缓存服务器来取了，从内存中取，速度要快，就不用再经过思考语句从数据库查询之后再拿得回来，然后再执行。因为咱们网站上的速率执行效率主要是在存储数据库的输入输出的地方会降低咱们网站的速度，那本身 PHP 程序上的降低的很少，但是如果我借助于这个缓存在内存中缓存就可以了。当然咱们前面的传统方式呢，也可以将 PHP 把数据库读出来形成一个缓存的一个页面，然后呢下次呢我在 PHP 在浏览的时候一看有缓存，直接从缓存页面读出来。而这个缓存页面就是比如说咱们做网页静态化，那就是缓存文件的。缓存文件呢也是把它存到硬盘上的。那 PHP 下的读取也要有文件的操作，那也有 IO 就输入输出的一些操作。那么效率呢不如直接在内存里边访问速度快。你这里边是经过了文件读，你看啊，假如这是文件。你想象一下 PHP 是从文件里边读数据快呢，还是从内存中读的数据快呢？当然是从内存了，对吧？而且如果一个服务器不用，咱可以做分布式的，我这里边可以有多台 memory cache， 那这样的话这比如说 memory cache 2,3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数据 PHP 读到数据，比如说第一次读到数据我可以把数据往这个服务器，第二次假如又用其他的思考值再读到数据往这里放读取，通过这里边都在管理哈希表键和值，然后再读取往这里放，所以可以用多个 memory cache 服务器，是这样的，做分布式的，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这就是 web 为什么要使用 memory cache。 而静态以文件静态页面呢也可以做一级缓存，但是在文件中缓存的，而我们这是在内存中缓存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原理。所以呢使用 memory cache 的网站呢一般的流量都是比较大，那么按照这个图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使用 memory cache 呢就可以缓解数据库的压力，因为第一次查询是执行的 MySQL， 对吧？那下次以后多次查询都使用的 memory cache，
在内存里直接读出来。当然它有时间的，比如说你指定一个小时之内从外面开始取，当一个小时过后这里数据没了，它又得重新从数据库读取，然后再往这里缓存一个小时，是这样的。这可以缓解数据库的一些压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 Memcache 呢作为一个缓存的一个区域了，把部分信息呢就绑到内存中，咱们就能实现在前台浏览器可以迅速的进行存取。所以呢一般的呢焦点呢就是集中在如何分担不同的，假如说你要设计的话，你得考虑把数据如何分担在不同的 Memcache 服务器当中。毕竟呢一台呢或者是单台 Memcache 的内存容量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做这些分布的应用呢？Memcache 呢本来就是支持这个分布的。它默认的机制呢，它这有一种Memcache 分布的一个算法。比如说 PRP 从 MySQL 数据取出来了，它就像发扑克牌一样，第一个存取的往这里存，第二个往这里存，第三个往这里存，然后再来一个再往这里存，再往这里存，就平均分给三台，就像我们玩扑克牌发牌一样，比如分别发给三家，然后第三家发完再从第一家再开始发，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算法进行改造，我们的键值呢可以进行有规律的分装。就比如说以用户为主的一些网站来说，每个用户呢都有用户 ID， 那么我可以按照固定的 ID 来进行提取和存取。比如说以一开头的用户保存在第一台服务器上，以二开头的用户的数据保存到第二台服务器上，以此类推，以八开头的有可能保存在第八台服务器上，咱们可以改变这个算法。然后你也可以，如果为了防止数据丢失存取数据，你可以让三个同步一起保存到三个服务器上，只要改变这个分布式的算法就可以了。但在程序里边咱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算法比较重要。所有的数据呢基本上都是保存到数据库当中的，那每次呢频繁存取数据库呢会导致数据库的急剧下降。为什么频繁读取数据会导致数据库下降呢？因为咱们在之前就拿网站首页来说，你一条查询语句是不能把首页上所有数据都查出来的，所以网站首页一般的都得有十多条或者几十条思考语句，都是以读出来的为主。你把读出来的每一条思考语句的数据如果都缓存在 Memcache 中，那么第二遍再访问网站的首页，那就效率就比较快了。当然如果第一个人访问保存这里边，那么假如说同一秒钟有一千个人访问，也都会到 Memcache 里去访问。所以呢不管多少个人，只是有第一个人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往 Memcache 里边去访问去保存。当然他说了也有时间操作的，所以呢 Memcache 就可以分担数据库的压力了。其实咱们需要改动的东西呢就比较小了，并且呢咱们能够不会大规模的改变的前端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改变目前的一个架构。其实后端数据库操作模块呢，我们其实用 select 语句是把数据提取出来，其他的语句像更新语句啊、删除语句啊、insert 语句呢，其实我们都不用管。我们用 Memcache 主要是做有结果集的，也就是 select 语句来做，然后把对应的 circle 进行相应的哈希算法计算出来，得到一个哈希的键。一般呢咱们都通过 MD5， 这个呢后边在 PHP 程序里边咱们去使用。而且呢这保存机制的有个时间的，一般的咱可比如说一小时啊，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外部中使用 Memcache。 那好，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下 Memcache 服务器。通常呢都是在服务器一般都是用 Linux 来做，所以通常都是在 Linux 下安装的，所以咱们就分为在 Linux 下和Windows 下两种安装方式。因为咱现在使用的是Windows 下安装方式，这里边 Linux 下安装方式呢我就不给你做实验演示了，因为我Linux 已经现在机器里没装，我只是给你写一下方式。那么 Linux 的软件看是这个，因为 Memcache 是一个用 C 语言写的，你看这就是 C 语言的原文件，
看到了吗？咱们编译安装就可以了，就是软件。你看才多大，原文件才 166K， 这比较小的一个文件了。但是一定要记着，咱们 MKH 是基于谁的？基于 libevent， 是这个基于这个事件的，基于这个事件的，也就用到了这个库，这是写是 C 语言的一个程序库。所以呢，咱们在另一下安装 MKH 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库先装上，然后你才能编译。所以在 C 语言下装的时候，得先装这个库，再装 MKH， 因为 MKH 是 C 语言写的，它调用了这个程序里的库，是这样的。它呢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事件的处理接口的一个封装，能够兼容呢包括一些操作系统啊的一些事件处理，是这样。里边呢有 socket 的一些接口，所以呢 MKH 呢就使用这个来进行网络并发连接处理的，能够保持很大的一个并发的情况，比如说有很大的并发仍旧能够保持快速的一些影响力。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很容易就找到这样的软件。那么比如说我先下载的这个软件，那我安装的时候呢就很简单了。我假如说再念一下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libevent 安装它，我只要把这个软件包解开，然后进入这个解开之后的软件包里边， configure GURE，然后指定我记得一个参数杠 width 杠 library event 指定一个目录，比如说 usr， 指定这个目录下，那我配置的时候安装就会把这个 library 装到这个目录下，是这样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把它安装上。那配置完了，我当然是 make 和 make install， make 是编译， make install 是安装，这当前面讲安装的时候都介绍过，如果你另一个死了解的话肯定会知道的。然后咱们可以检测，安装完之后你可以检测一下它安不安装。那么然后咱们就安装完这个才能安装谁啊？安装 MKH， 装这个也是同样把这软件打开然后解开，在配置的时候只需要指定用到的杠杠 libevent 指定它，我们刚才这个库已经装到这个目录下了，所以呢装 MKH 的时候指定这个库所在的位置 USR 就可以了。然后 make 和编译和安装，这就可以编译和安装了。再念一下安装呢也比较简单，然后用起来和咱 Windows 的用法呢就很类似了。然后安装完就有一个命令 MKH 的，然后比如说杠 D 我们是启动进程，然后盖 M 指定128兆，这个后续参数我都会讲。然后杠 L 指定我监听的 IP 地址，比如说 192.168.1.111， 对吧？然后杠 P 指定监听端口11211，都要空格的。然后杠 U 以 root 用户启动，这样的话我就启动了，监听的 IP 和端口都有了，然后我就可以用任意的客户端去连接它，去使用它了。这是在另一下安装和使用。当我停掉这个进程呢，这是启动，启动再念一下。如果再念一下是，当然我这没有实验演示了啊。如果停止呢，停止的话我就可以选择什么，直接杀死进程的就行， KL 杀死杀死，我们要可以用命令替换，或者杀死所有 MKH 的进程都可以啊，杀死这个进程，临时目录下这个进程，或者是这个 KILR 杀死所有的 MEAL MEMCACHED， 这再念一下也可以停止到停止 MKH， 然后方式一样的。所以再念一下安装比较简单。那 Windows 下安装就更简单了，咱们说在 Windows 下一般都是选择编译完的软件，那我这就有一个，你看啊，编译完的软件就这一个，没有多的，没有多的。然后我只要把它拷贝到，或者是直接现在默认目录下也行，比如说我随便在这建一个目录，新建一个目录 MEM， 我只要把这软件往这目录下一扔就有了。然后我也不着急直接运行它，我只要在这块命令行我找到这个目录 cd.cd.cdappserver 到这个目录下 cdmem 这个目录下，你看 DR
是不是有这个软件了？它就是一个命令，这块使用杠 -d install， 我就能把它装到系统服务里边去。什么叫装到系统服务里边？你看我右键电脑管理，你看服务于应用服务，看这里边有多少个系统服务，装到系统服务里边，在这服务里边我们就开机可以自启动，然后在这里边也可以管理了。你看这里现在没有 MemoryCache， 我现在安装一下，没有任何提示，已经安装成功了。你看这里边我再刷新一下，再点一下刷新一下，你看能不能找到 MemoryCache， 你看找到了服务，但是现在是没有启动的，你可以一点启动对吧。当然我们也可以卸载掉，使用假如不想要了 UN 加个 UN install 就卸载掉了。当然咱们安装完，但是没启动的，咱刚才看到另一下怎么启动，你看 Windows 要怎么启动啊， MEMCACHE 这个，然后杠 -d 使用 STRD 就启动服务了。那等下次系统启动的时候呢，此服务呢也会自动启动。那默认我没指定 IP 地址，也没指定端口，默认就是本机的 IP， 默认的端口就是11211，记住这点。那启动了之后我在哪能看到啊？你看咱可以点一下右键任务管理器，你看一下有这个了，服务已经启动，这块就有一个进程了，是 MemoryCacheD 对吧，这个进程在这监听着呢，它监听的 IP 是本机的 IP， 监听的端口是11211。那我现在只要使用一个客户端去连接就可以了。这是在 Windows 下现在已经安装上这个服务器软件了，所以在 Windows 下安装很简单，就那么几步，使用 memcache.ese 这个命令，刚才咱们也看到了，别忘了是加 d 啊，然后杠 -d install 就安装了。如果卸载呢 ，un install， 然后可以使用 memcached.ese， 使用杠 -d install 就开启了。但是开启之前我可以指定什么？比如说杠 -m 指定使用内存大小，默认是64兆，那我可以指定比如说使用50兆，这个单位是兆。杠 -l 呢可以指定监听 IP 地址，比如说 127.0.0.1， 默认当然就是这个地址。然后杠 -p 指定端口号，比如11211。当然我在启动的时候可以自己随便改变端口。端口号呢一般都是从0到65535之间的。但是呢0到1024之间的端口号是一些系统服务需要用的。所以你指定端口号的时候最好是在1024到65535之间，而且没有被别人用到的一个端口号你才能使用。其实如果你不指定多个服务器的话，不开启多个服务器的话，没有必要说随便换端口，这个端口就可以了。所以在 Windows 下只要一编译直接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咱们也能找到了这个写错位置了吧，安装应该写到第四个里边啊。这是刚才咱们看到的在下边的安装。那安装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这个方式去管理了这个软件了。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这个软件，刚才咱们已经启动了吗？其实下边这个参有什么参数呢，我在下边这块都已经给列出来了，比如安装它的时候杠 -d start， 杠 -p 指定接口指定地址，开启重启停止安装卸载，以什么身份去运行，当然在另一下以 root 用户运行，咱们现在以默认是管理员。杠 -m 使用内存大小，单位是兆，杠大 -m 内存消耗的返回错误选项，杠 -c 呢最大并发数，最大的连接数，然后最大增长的一个因子，最小分配的空间，然后杠 -h 你可以做一些memcache 的帮助，你看可以看到帮助，可以使用这么多参数，看到了吧，下边已经列出来这么多了。这是刚才的启动管理，我把这个启动管理选项这些东西复制到这块来。
启动惯例。那咱看一下怎么来操作这个买卖开支。咱们说了，买卖开支客户端可以是刚才最早咱们画的图，可以是任何一种语言。咱们下边再使用 PHP 来使用。先看一下咱们普通的其他软件怎么使用的。我先使用Telnet 作为客户端，先去连接一下。因为我们以前特别是以前写那些网络软件有 IP 和端口的，我们都使 Telnet 做客户端，就懒得自己写客户端了，先去测试一下。比如说 Telnet 192.168.1.128， 比如说写个80，那么 Telnet 去把支持连接的谁啊，阿帕奇，对吧。比如说 Telnet 192.168.1.129，然后写上21，这连谁啊 ？FTP， 对吧？然后 Telnet 都可以去连接192.168.1.111，比如说1.111，比如说22，连接谁啊？是 SSH。那如果使用 Telnet 去测试，比如说127.0.1，也可以 localhost， 比如说11211，那这个就连接的去连接的谁啊？去连接的 memcached， 是这样处理的。那看一下，我们连接一下，在这里边，CLS 清洁屏，你看 Telnet， 因为服务器已经启动，刚才也看到了，比如连接 localhost 的本机的11211，你看，现在假如说我直接回车，它就是一个错误，会显示这样的错误。那错误呢，有直接这个是客户端错误，有服务器的错误等等。那么我们在这能使用的命令有哪些呢？我这里边也给你列出来了，往下看。能使用的命令 get 得到数据， set 设置数据，添加数据，替换数据，追加数据，对吧，删除数据，删除所有数据。使用这个是查看状态信息的，查看版本的。然后你要想退出这个 Telnet QRIT 即可。看这个，那我们首先安装完之后，我想使用这个先查看一下状态。你看 STATS 回车就能看到状态。那我都说了这个状态我看不懂啊，这都是英文的，怎么办？我这也给你列了解释。再往下拉，你看一下中文的，这回你能看懂了吧？你看跟这是不是对应的。比如说 PID 就是这个 memcached 服务器的进程啊，uptime 这就是什么，服务器已经运行的秒数，现在服务器已经运行这么多秒了。然后 time 呢是当前的一个时间，使用那个时间戳的形式，这个呢是当前的版本。然后你再，我就不看这个，看这个啊，当前系统的大小，然后服务器当前存储的一个选项的数，存了多少个。那现在咱们这个看一下存了多少个呀，当前 ITMS 你看一下0个，因为咱现在还没往里存呢，对吧。然后 get 也是从这里边获取数据的时候获取了多少次，设置了多少次，那么成功了多少次，未成功多少次，然后获取空闲而内存的而删除的它的数目，对吧，总字节数，总发送的字节数，分配内存的大小。你看一下，当时默认是64兆，你看是不是现在使用我机器的默认64兆，你看限制的大小67108864，那你除以两个1024，你看就是64兆，对吧。这是我们 Telnet 先看到状态。那我假如说我就用这 Telnet 做客户端，怎么来管理像咱们前面说的这样的一个哈希表呢，往里存和往出取啊。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它这里边给我们提供的命令有这么多。比如说这个 set 命令，添加命令，你看我添加命令 add 添加，它有几个参数，看好了，这个不是说我随便就能把这几个，你随便说添加一个键然后空格一个值就行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个参数。比如说这是 add 的命令，当然 ADD 命令还有 SET 命令还有 REPLACE 命令，它们的用法都是一样的。我现在直接回车它就当然是一个错误了，因为没添加嘛。你要 ADD 添加一个变量名，比如说 A 变量值是 B， 这也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它有自己的用法。比如说 ADD
第一个是命令名，第二个是键，比如说我的变量一 my var 一，然后空格，然后指定标记，比如说我随便指定一个一，这个标记呢是一个16位的无符号形式的一个数据，用来设置服务器跟客户端的一些交互的操作的，是一个16位的无符号型的一个数据，记住了。然后指定有效期，存多长时间，默认是秒，比如说我存上是3000秒，在这里存上，那你可以算3000秒是多长时间，然后我存10个字符，后边呢就是字符串长度，存的长度。所以咱看一下这几个变量都干嘛，第一个是命令名，添加命令名，然后第二是键值，就像这个哈希表里边存的一个键值，然后一是一个标志位，然后这存多长时间，存几个字符。那存10个字符，我最好写10个字符，不要写多也不要写少，比如说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这样10个字符。提示这个 STORED 就是成功的，如果提示 UNSTORED 那就是失败的。然后你看我得到 get 值操作获取比较容易，直接 myvar1 你看就可以得到这个，现在我这个值已经保存内存中了，咱们连接这个服务器的内存中，然后我这设置完值了，这有取值了。那如果我再添加一遍这个值呢，也叫做 myvar， 假如说我再添加一个 myvar2， 标志位也是一，然后存也是3000秒，然后10个长度，比如说12345678910，存这也是成功的。那假如说我再添加一个从名的 myvar1， 然后标志位是一，假如说是5000秒存里边，长度是10的，我存的是12345678910，你看就提示这个 not 不是 UN， not 就是存失败了。那现在你看存失败了，因为它这里边已经有个下标，下标必须是唯一的，它这添加下标和第一个下标是一样的就不行了。你看我现在再得到 myvar1 hello world 就可以了，还是原来的 hello world。 那我如何去覆盖它呢？你可以用 set 的用法和 replace set 的用法和 replace 的替换的用法基本一样，功能一样，所以一般都用 set。 你看 set 就可以覆盖，怎么覆盖？ myvar1 然后这个变量名标志位是一，比如说3000秒，然后存10个字符，12345678910，你看存储成功了。然后再存取一下 get myvar1， 你看就获取到的是一行 A 了，这操作。当然我也可以怎么的， delete 删除 delete 删除 myvar1 删除了，然后现在我再得到 myvar1 就没有了。如果使用 flash ALL FLUSH 下划线 ALL OK， 那么就清除所有的了。现在我 get myvar2都是没有的了，这个是清除所有的，而这个是一个一个清除。那其他的像追加呀什么什么东西的咱都不常用了，只要会用这几个命令就可以了。那我再往里添加几个 add 添加my1 就这么写了几个变量，然后标志为是一，比如说5万秒就长时间保存的，10个长度，12345678910，然后 add 添加一个 my2， 也是一个标志位，也长点时间存的，然后10个长度，12345678910，然后 add 添加 my3， 一个长度也是5000时间，这是时间，然后也是10个长度，12345678910。好，我们加这些了。那我们看什么呢？你看一下，我现在添加删取用这些数据都加到内存中了，现在只要我服务器不关，比如说哪怕我 QRID 退出来，然后我再连接，你看啊，我在 get vr get my1 也能获取到， get my2 get my3 当我
把服务器停掉，或者说我重启机器，那么内存的东西自然就丢失了，自然就丢失了，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通过 Telnet 来去使用。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命令很多了，比如说 VERSLN 回车就能看到版本啊，对吧， STATS 刚才也看到了，看的是状态。那这个 STS 看的不光是状态，你看它能看到这么多呢，看到没？那现在你肯定关心，我存这么多数据，我怎么知道我系统里边存了哪些变量啊，然后我去使用啊，所以是不是需要便利啊？当然了，这个Memcache 这个本身没提供系统便利的这个功能，没提供这个便利的功能。但是呢咱们现在用到的 Memcache 的网站呢越来越多，那客户端操作呢一般的咱们说只提供了一个 get 和 set 简单的操作，当然这些操作呢都是非常高效的。那虽然 Memcache 是一个键值存取的系统，但是咱们在某些时候呢还可能需要对它进行便利。那咱看一下尽量怎么能把所有数据都取出来。你看我刚才在执行这个 style stts 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列出了这么多，但是这个命令呢又包括了有这么多子命令，你看一下，加上这么多参数，比如说照着上面命令咱们敲几个，比如说 STATS SIZES， 你看64兆中咱们使用了多少，对吧？然后 STATS 再加上一些，比如说是SLABS SLABS， 看这里边使用了多少块什么的，对吧？释放多少，它有这么多子命令，那如何咱们通过命令去便利呢？你看一下咱们使用现在连接到服务器上了，你看咱们使用谁啊，使用这里边有一个叫做 ITEMS 的，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出现很多个选项行，有多少个选项，你看啊 STATS 使用 ITEMS， 看到了吗？有这么多选项行，标志都是一，数量有几个，你看这里边数量有几个，然后从其他的一些参数，你也不用看懂这个，但是你知道这个选项咱们现在使用的编号都是这个一，看到了吗？当然它也有二三很多种标号啊，是不同的。那有了这一的编号，咱们就可以换另外一个命令，使用什么命令呢？你看一下，使用这个 STATS 再加上一个，这里边没有 CACHE 缓存 DUMP 转除的，然后空格这块就加的标号，前面的选项标号不都是一吗，加上一，然后你写上一的话是查看一条，你看能查到 May 3， 对吧？那我 STATS 使用 CACHEDUMP 还是这个标号一，当我指定0了就能查看全部的，你看就能看到我在 Memcache 里边这个列表保存了三个，然后保存的时间都能看到，然后长度都是10个字符，然后我想看具体的某个变量值，既然你知道变量键值键名是什么了，那想取得键值还是得用 get my1， 对吧？ get my2， get my3， 就获取到了。这就是咱们如何用这个，当然在 PHP 程序里边咱们也有办法去进行一些便利的操作。好，这就是咱们这节课介绍的Memcache 这个软件，它就是一个软件，CS 结构的一个软件，用细元写的一个软件，也监听 IP 和端口，对吧？那么这个软件是干嘛的？就是管理应该说维护服务器的一个内存的，来管理维护这样的一个哈希表的。咱可以向这个虚拟的哈希表里边存数据取数据，对吧？也可以像刚才那个便利数据，然后呢也介绍了这个安装和启动这个过程，所以你自己对照我这个操作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下一节课呢再完成如何在 PHP 里边去使用Memcache。
好，谢谢大家，咱们这节课就先暂时教到这里。